同台为我传情赴天呢。你与同手似雪之前，你同是佛祖宇宙本是其实，你同繁华龙火火火火火火。胡波一大响叮当，石化哥又开了枪，石化哥又来当娱乐新闻来播报。今天说的啥内容，听我给您说分明。各行各业都开张，德云社里没开箱。剧场半年不开张，资金早晚会花光。剧场半年不开门，还要养活人一群。400多名演职员待业在家真可怜，嗷嗷待哺一群人变得颓废和消沉。400多人要吃饭，不能天天没活干。新角老角都露脸，电视刷刷存在感。放下相声转综艺，赚点小钱攒人气。郭麒麟、岳云鹏全都执笔去从容，养家糊口不轻松。大林责任装心中，就当综艺节目接。大林累得要吐血，整个德云社养活。大林表现真不错，自己赚钱多辛苦，当之无愧少班主。就当节目3个月，大林事业迈台阶，只要赚钱就答应。大林真是太拼命，只因众人肩上担，闯出自己一片天。综艺节目有一群，哪档都有郭麒麟。3月中旬漫游季，大林参与其中去，声临其境总决赛。虽然没把桂冠带，虽然没有拿冠军，粉丝依然喜欢神，表现抢眼很圈粉，舞台表现非常稳。参加王牌与王牌，小伙伴们全都来。青一年的小伙伴，节目里面都出现。有上朋友请听好，来把相声捧哏招。易烊千玺来参加，说段相声送大家。参加拜托了冰箱，个人隐私被曝光。外卖不好吃搬家，这事儿听着真浮夸。登上向往的生活，不知效果会如何？相信效果会不错，大林毕竟经历过。录制奔跑吧兄弟，最强大脑有人气，还有迷失大逃脱。综艺节目实在多，综艺节目很多大，让人过目都难忘。最最优秀郭麒麟，圈住粉丝一大群。参加综艺有原因，说明大林非常拼。因为开箱都无望，赋闲在家不像样，加上大林情商高，好多节目都想要。星二代中口碑好，圈住粉丝真不少。大林报复性复工，肩上担子不轻松，养家糊口有决心，父母感觉很温馨。老郭有子出长城，各行各业都能行。我说大林真不错，养活整个德云社那个德云社。每年三四在国内猖獗，和牧羊写一首浪费电工艺之歌。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苦花组合，为他们量身制作月亮之上火遍全国。听歌曲的走火，孔雀与苦花签约，苦火死不活，欲改名凤凰传说。因苦爱问传奇，被别人一语打破，改名成凤凰传奇后，在央视情歌赛上一战可红。因林花太紧张，被评上第三等奖。故事有俗话说，是镜子总会发光，在星光大道上再度唱月亮之上，荣获的年度亚军冲进乐坛势不可挡。身躯挂民族风，有时间以后再讲，在成团10周年首先把祝福送上。我们到底爱情又要把什么来讲，请大家拭目以待，感谢关注爱歌社团。